七名，演员哦，对，哎，看起来是小朋友，哎，看起来是小朋友一样，对啊，23岁啊，嗯，这种估计是合情合理，因为他永远就那样萌萌的，对对对对，他是属于呆萌型，呆萌，哦，来来来，贴上贴上，嗯，贴好了，哎，不是要贴好，对对对，宪哥，哎，我看他有没有贴好。因为这个要需要调整。OK OK， 来，一起来看看大家怎么说。圆圆就是非常可爱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他大概只有18岁。我记得他的印象就是比较傻傻的、呆呆的感觉，所以很年轻吧。21好了，21。圆圆就不用讲了，圆圆就18岁啊，一看就是一个18岁，有没有？20。我跟你讲，女生哦很容易啦，因为她只要是年轻，她脸上的胶原蛋白一定是不会流失的，所以你看这个图很明显，你看有没有圆圆这种白泡泡又咪咪，这个胶原蛋白都在，应该是在场所有看起来年纪最小，视觉年龄啊大概是24岁。圆圆很像邻家女孩啊，比较那种以前眷村是那种啊那些年比较啊清纯的感觉。23、24、25这样。我把阿梦的最成熟拿回来给圆圆。对，圆圆应该是最年纪最大，33岁。啊？为什么？哇！怎么猜成这个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他的逻辑在哪里？无辜的小狗眼睛22吧。圆圆也很美耶，圆圆大概29。那逢九必衰，感觉他会反水。后面男生讲好不好？他们不会看人。圆圆蛮年轻的，圆圆大概快30了吧？圆圆，怎么那么轻易的？这种是看起来不会老的脸，可是我认为他也至少要33、21、22。我觉得他常常给人家比较年纪大一点的感觉，我猜他24好了，我猜他24。圆圆应该也是在21、22岁左右。我觉得他可能会是最小的，因为碰回的婴儿肥，婴儿肥。我觉得他本人实际年龄应该，他也不会太大，大概23岁。呆萌型的永远就有这个好处嘛。对，我还是很常被人家说就是看起来很大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就是有时候化妆化比较浓的时候，妆感，妆感，对，妆的问题啊，是，好 ，OK， 请回座，好吧，七号最嫩，最嫩，很美。第五名，来，剩下这五位，2、4，来挑看选选看啊，觉得可能是谁？在，应该，哎，会不会是以轩啊？真的假的？哎，哦。有可能啊，演员哦，演员，对，我记得演员也很年轻啊，对呀，演员年纪不大呀，嗯，对不对？我好像大他7天，我刚才看7天，哦，我们都是刚生日过哦，同年天蝎座，所以你真实的年纪是24岁。24，刚满24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好年轻哦，有，然后吴杰安呐，对，叫吴杰安，一定很会骑脚踏车了，杰安特，是是，还不错，那有追求的男生吗？没有哎，演艺圈怎么可能？不要烂卡，那我真的，没有，我认真想，好像真的没有哎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还是你没有感受到，太迟钝，你没有 get 到。没有，真的没有哎。真的吗？有人约你出去吃饭吗？也没有哎。有张立东啊？怎么可能？不要不承认，没有，不要帮他们掩盖了。张立东是谁都会约啊。哦，真的，对对，所以那个是无效的，对，那应该就不算了哈。不算，对啊，张立东不是个男人啊。看起来就是不会有人约想约我那种。不会啊，很多人都会想约你。可是真的完全没有人约过我，可能不敢吧？是吗？好吧，难过。汉典要不要试试看？也可以啊，请他喝茶嘛，喝点点嘛，喝点点。恭喜第五位，来来来，请坐。越来越紧张哦，来哦，各位，来哦。